你自己做了什么？你不知道这会有证据的吗？老公在做什么？老婆在做什么？互相都应该了解。比如说他做什么，我很清楚啊。今天他有抽，我一定知道，我一定会讲。那是要不然我没有讲，就是我跟他一起在抽。那是你自认为很清楚。他有什么让我不清楚的事情吗？没有，我开玩笑。对，我没有看过全世界这么笨的人。那就是屈中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被验过以后，隔天还出来开记者会说我没有，我是被冤枉的。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，你不知道这会有证据的吗？其实我笨哈，我是笨，没错，是蛮笨的。我笨的是笨，听小康的话，这是小康叫我开的。刚是开玩笑的，我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之所以会有那样的动作，真是就是人性里面就是害怕、逃避。那老婆没有告诉你说不应该这样吗？老婆知道什么？哦，原来你就背着老婆偷偷摸摸做这些事情。秋文，你不要跟他表面这么好好先生，其实他是个大男人，对不对？家里都是听秋文的吧？哪有？你刚刚那句话我就觉得了，什么叫老婆他知道什么？你是不管严，对不对？我都抓那蛋在家里，因为我觉得两夫妻在一起，应该是老公在做什么，老婆在做什么，互相都应该了解。比如说他做什么，我很清楚啊。今天他有抽，我一定知道，我一定会讲。那是要不然我没有讲，就是我跟他一起在抽。那是你自认为很清楚。他有什么让我不清楚的事情吗？没有，我开玩笑的。当然，总而言之，这个是不好的嘛。但是我像屈宏恒这一次这个事情发生以后，知道以后该怎么走了。是，对不对？吓都吓死了。总而言之是不好的，那你要怎么样跟全国的观众劝导一下？对不对？这个全国的观众朋友啊，之前的这个大麻事件呢，我是真的非常不应该。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哈，本来就有这个他的社会责任跟一些示范的作用，结果我做了一个最不好的示范啊。希望以后我们圈子里面不要再有像我犯这样错误的艺人啊，不但危害自己的身体，然后也会让你的家人蒙羞，这种事情千万不能再做。